上学。没有，白天没有晚上好看。所以你都看这屏吗？啊，这边已经关，这边不关了。全数直飞。你是接着航班过去的吧？啊，你接着航班灯过去的吧？接着那个信号灯过去的。再拉点。你现在几多多？我上到上海了。走远景，对，往后拉，往后拉，走远景。哎，这儿没。上面信号干扰了，你回来吧，正好塔上面干扰。正好去哪儿去了？上那边。塔正好挡上了。对。困了。得侧面扶侧面照了。哎，你拔高点啊！你拔高点，就拉到了，拉高到200，对，就这点，就这点拉高。对，这样还高了。外面风大吗？哎，啊，组装断了吗？没有，你干完了。到190，到200了。200那边组装有吗？有，我这边没有，你这边。哎，这给我看这个景多漂亮啊！你稍微往侧飞的。哎呦我去！没有，星城。没有意义，你往反过来往这边照，到市区就好看了。到市区啊，红尘有能耐你来。兄弟们，关注点一点啊！没点关注点，我直播通知点一点，看这是新庄市区。来，你看啊，你往这边转点，还能不能看到首山？应该能看到首山。你往这边转点。首山呢？啊，你往这边转点，还能看到首山？哎，等我回来，过了。这个吧，往回，好，对，停，就正对线就是火车站，这位置是首山，首山上面的烽火台吗？烽火台和栈道，我不能，不敢往那边跑太远了，不行，过不去，需要干扰源太，市区的干扰源太严重，能干多少米？1000米啊？这边能500多，500左右，多了，现在能有300多米，现在220米，才220米啊？啊，最高可以飞到4000，不敢飞太高，我怕飞完了。丢了，丢了，定位给他定位呀，是定位有时候也丢。这是现在是哎，这是哪？这是是吧？到哪个日了？这是哪？这个？喂，这是市政府吧？是市政府吗？市政府。往回飞吗？给我在这看。市政府那么漂亮吗？我要看这边。奇妙。哎呀，星城也挺漂亮啊。往回飞吧。现在，你现在这个位置是走哪儿啊？多少电？电工。龙门大街。在这不那哪吗？这不那桥那边桥吗？是吧？对，那边桥吗？往下降，下降。300多米，刚才跑到300多米。300。又下降了。天哪！你说呀，红尘那个奇妙，你说他你俩我还友好。不好了，信号干扰太严重了，这块这是哪儿？这下来
这就海河大桥吗？啊，十啥时候啊？十多少的吗？啊，这个天上看的跟那个不一样。228的，奇妙啊！你说的对呀、啊，谁惹你了，红尘？我能惹你吗？我敢惹你吗？惹谁呀？我的妈呀！今天不是咋的，大哥？今天我怎么这么招黑呢？不知道，现在我170。哎，哪天买个增益天线去、啊？买个增益天线去。兄弟们，五百多米。啊？那是飞到70米是吧？嗯。70，这高度就够用了，别下了，别下了。70啊，这高度够用了。抬起来，全都拉起来。你们九点钟吃的，喜欢吃。飞过去。妈，警察来了。快跑！警察来了！警察来，你带单上天。哎，对你飞，哎，你回那上那，上那角去，草地这角去。哪角？草地这角，草地你角那有人唱歌呢。草地哪角？就这角。哪角啊？啊，看看。妈，一会儿警察来就得碾死你。对。